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刘同牧师。今天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九章第27到第28节。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主必再来，这主所给我们的确切的应许。许多时候我们一想到主的再来，我们常常会觉得很恐惧，因为我们想到哎呦，主的审判也要来到。但事实上第28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主第二次再来是与罪无关的，是为了要拯救我们。我们就看见主的再来其实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审判，乃是为了要迎接他的教会，那就是他的心腹。其实你知道吗，整本圣经可以说就是个爱的故事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是新郎，教会是他的心腹。当主第一次降临的时候，就是为了向他的心腹显明他的爱，透过在十字架上的死，他用行动来赢得他心腹的心。而当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他乃是迎接他的心腹到天上与他永远同在一起。所以对于教会来讲，等候主的再来是一件很兴奋的事，而不是恐惧的事。这就好像以前在我做留学生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的妻子都是一年以后才能够离开台湾进入美国的，所以一结完婚呢，我们就得分开一年之久。我还记得在机场送别的时候，真是难舍难分啊。但虽然是如此，心中还是有盼望，因为呢，我们知道一年之后我们会永远在一起。所以果然在一年之后，在机场我们再一次相会，哦，那真是何等的欢喜啊。同样的，这也是今天我们信徒在等候主的时候应当有的态度，我们应当欢喜快乐来等候主的再来。很多时候你知道，我看见很多的信徒生活在恐惧当中，面对未来的恐惧，面对 Y2K 的一个恐惧，想到主再来敌基督掌权的时候的恐惧，所以常常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忧虑，充满了忧愁。其实弟兄姐妹，你一点不需要忧愁，你也不需要恐慌，你只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好好来爱主，因为主的再来不是为了罪，乃是为了要拯救那些属于神的人。今天我们所需要担心的不是主再来，今天我们所需要担心的是我们是不是预备好来迎接主，我们需要担心的是我们是不是属于主的人。如果你是属于主的人，你今天就可以坦然无惧将你的生命交托在他手中，你就知道世界虽然可以包围你，世界不能够胜过你，仇敌可以攻击你，仇敌不能够吞灭你，因为你知道在你一生当中你是属于神的。哈利路亚。当你有这样荣美的盼望的时候，你就能够面对主的再来，你充满欢喜快乐，因为那是美的无比的。保罗自己在书信里面说，我情愿离世与主同住，他说那是美的无比，因为他有这样的盼望，也成为他在每一天生活里面的动力。亲爱弟兄姐妹，在基督里面你有这样的盼望吗？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盼望，你需要求主赦免你，求主重新光照你，把神的话放在你生命当中成为你的根基。如果你这样的盼望，你应该存着欢喜快乐的心面对每一天的日子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确有荣美的盼望。主，你要再来迎接我们，不只是为审判，更是为了爱我们，要我们与你永远同在。因为这样荣美的盼望，就让我们欢喜快乐面对每一天的日子。感谢祷告，奉主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愿上帝祝福你。